号店过来听一下我们唱歌。哎呀，等车是无聊嘛，来听歌一下。结果每一个路过骑车都在那边面带微笑，我都不知道到底要不要打招呼。好，那就振奋一下人心。我带来一首，这也是这个算是摇滚天团的歌曲。不晓得现在还有没有认识他们，已经是很久很久了。罗克塞，我还以为罗碧玲，吓死我了。不是罗碧玲啊，罗碧玲今天有唱歌吗？罗志祥啊，罗志祥可以的。罗很久啊，我不想说到底是罗什么。好像是瑞典国宝啦，哈 ，Rustic 的歌曲，我送给大家这一首《Sleeping in My Car》。